彭德怀自述。第六章，上井冈山，粉碎三省会剿建立湘鄂赣边区。一、七两团和直属队撤出平江，转移到东乡龙门集结，沿途农民热烈欢迎和慰劳，喊口号，唱歌不绝。农村房屋虽然大部被烧毁，但农民还是尽量让出房子给红军宿营，不使自己的军队露营淋雨。农民对红军的称呼我是第一次听到，在群众热情鼓舞下，军队情绪饱满。第四团在浏阳受相当损失后失去联络，过了两三天，地方党派向导将他们引来归队，在龙门休整近十天，做了以下几件工作：一、建立政治部工作，党代表滕代远兼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政治部对军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对外打土豪，没收分配要经过政治部批准，出布告、杀人宣布罪状等由政治机关署名。二、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工作，发展党组织。当时军队党还是秘密的，连上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是秘密士兵委员会会员。到十月，绝大多数基层单位都有了支部。三、从上到下的建立党代表制委任。四、加强宣传工作，连队机关都做宣传工作，多数人手里都提着宣传筒，开始用红土以后用石灰写大字标语，沿途急速营地都写满了。稍事休整，八月中，湖南敌人约十二至十五个团继续向平江、浏阳集结，准备向红军进攻。这时农民叫我军为红军，叫国民党军为白军。为避免同敌军硬拼，我军适时向江西支修水城进攻，进战扎金，修水约十天，解决了东福，消灭白军一个营和二三百民团。九月初，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开始了，我军退出修水城，占领铜鼓。我们相对分散部队，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江西受盲动主义影响比较少些，群众比较容易发动和组织。不到一个月，修同一带群众有了一些组织，特别扎金地区群众已经组织起来。部队学会了打土豪、筹款、挖窖，地主一窖常埋几百、几千元，甚至万元。张荣生带的工作队在扎金地区捉了一批土豪，江西土豪穿得很坏，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土豪，放了一批，受了他们的批评。张荣生说，这些土豪都是罚款千元以上者，开始我还不太相信，以后看这些地主家属背来一袋一袋的银元缴罚款，我才相信了。占领修水的城市政策同平江起义时一样，按资本大小捐款，不满一万元者不捐，一万元以上者捐5%到10%。反动政治代表和一般商人合伙者，除去反动部分，折价30%缴款。官盐没收发给群众，造成后来没有盐吃，群众有意见，当铺宣布没收，凭票无偿发还原物，没收了两家较大的反动的布店，因军队要做衣服，没有分给群众，以后买不到布时，群众也有意见，在修水县城筹款不到3万元，没收布店除外。而捉土豪挖窖所筹款项比城市多了一半，以后在认识逐渐提高以后，改变了筹款对象。实际上，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对象没有搞清楚而产生的问题。当我军向南进占铜鼓时，沿途群众很热情，商店也没有关门，敌人继续前进。我军向万载大桥转移，背靠浏阳，湖南张辉暂旅三个团突然向大桥我军袭击，打破了户部粤省界的惯例。我们向平、浏、修同四县边界山区转移，江西、
湖南两省白军向我夹击，我即向鄂南之通城、通山、九宫山地区转移。湘赣白军赶追，鄂军堵击，我们又从九宫山和修水、武宁间南进，到处消灭民团、警察，捣毁县区政府，杀反动派，散发财物。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开打硬仗。在反对三省会剿的战术上，是采取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敌称为盘旋战术，经常跳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拖到十月中下旬，敌人精疲力竭了，在扎金消灭朱培德部一个整营，敌人停止了追剿。我们粉碎了湘鄂赣三省反动当局八月会议的会剿计划。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区对长沙、武汉、南昌威胁太大，因此引起他们严重恐惧。在45天的艰苦奋斗中，我方各种减员1000有0，红军缩小了不到2000人。张荣生、李立两同志在这次三省大会剿中英勇牺牲了。张在临死前说，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他是红五军最早的一个共产党员，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雷振辉团长、李玉华连长可耻的叛变了。李玉华造谣说军长被围，率领第一连伪称解围逃跑投敌，大部分士兵识破其面目又逃回来了，还有10余人被他骗走。雷振辉当晚未逃脱，一晨出发时拿出手枪企图凶杀叛变，被警卫张子九同志发觉，夺了雷的手枪，子弹击在地下。雷力大个高，又把枪夺过去，幸被连长黄云桥同志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黄后来当赣南红军独立师师长，在反五次围剿时牺牲了。后来扎金一代群众因平江游击队狗队长群众替他取的名字乱烧乱杀反水了。群众原来对红军很好很热情，现在对红军扯白旗打土炮。当时平江党盲动主义也是严重的，我们感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建设根据地、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都是废话。十月中旬，滕代远同志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召集了第一次湘鄂赣边区党的代表会议，刘、平、修、同、万载五县代表及红军代表的联席会议。当时平江有县委、修水有工作委员会三个同志，万载有工作组数人，通城、通山两县没有取得联系。浏阳东乡有区委组织，浏阳县负责人是王守道。这里乱烧乱杀脱离群众现象比较少些，决定在平江铜谷边界之幽居开会，记得开了3天或4天。这次会议对边区根据地的创造是有意义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建立湘鄂赣三省边界特委和根据地，选举湘鄂赣边区党的特别委员会，以王守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五军党代表兼军党委书记。二、反对了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思想。三、反对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决定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混编。在三省严重会剿中，重要干部有雷振辉、陈鹏飞、李玉华叛变或逃跑，士兵中也有个别叛变的。混编后部队政治上得到巩固，军民联系要好些。因主力红军是外籍人，人生地不熟，混编后即便为人熟地也熟了，能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又能适应斗争环境，分散与集中运用自如。四、这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对红军的建设是有益的，数量虽有所减少，而政治质量是大大提高了，取得了某些初步经验，体会到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识一致是不能团结的，军队内部不能团结，军民也不能团结。
没有军内和军民的团结，就不能长期坚持斗争，更谈不上胜利。吴也谈了平江起义的经验，表情符号伤心。一，有共产党的领导。二，有边区群众，特别是平流群众的支援。三，有井冈山的旗帜和榜样。四，有北伐时期的影响。这些是起义胜利、粉碎敌军进攻和会剿的主要条件。此外，军内士兵会的组织对维系军队良好纪律、巩固部队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在党组织力量和政治思想领导如此薄弱的情况下，不要说坚持三个月，就是坚持三个星期也是困难的。起义后，我们被迫接受非常不熟悉的事情，主要是没有后方的作战，伤病员安置极端困难，给养靠自筹，医药无来源，这些是我在旧军队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也学会打土豪、挖地窖筹款了，做群众工作也在开始学习，一切都是新问题，都要重新学起。会议对时局也做了些分析，大意是 L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时，人民武装斗争是没有经验的，现在井冈山有了一年多的经验，建立了根据地和红军，二国民党彻底反革命的面目已经完全暴，北伐战争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治经济口号一点也没有兑现，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小问题。三，人民对国民党的面目有了亲身的体会，对国民党是瓜民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人民对国民党的清乡政策、屠杀政策表示了愤恨。这次平江起义，人民的态度就是这样明显。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1927年冬、1928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路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在部队混编后，主力保存11个大队、连、3个纵队，每大队150至180人，其余编为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根据省委指示，我和滕代元、邓平、贺国忠、李灿、张纯清等同志率5个大队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实际我自己也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等问题。其余6个大队分散在边区各县，归黄公略同志指挥。红四、五军第一次在井冈山会合。在边区特委成立后，11月间天气晴和，农民秋收已毕，我和滕代元等同志率领5个大队准备向井冈山前进之际，根据得到的敌情分析，湘赣两省白军又有向边区会剿之势，为了把江西白军部署搞乱，我军袭占了万载城，约占1星期之久，筹款1万余元，补充了部队东扶。这时赣省白军约2-3个团由南昌方向向万载前进，当敌离城半日行程时，我们即经平乡和宜春之间向井冈山前进。在莲花城北约40里处，红四军前委毛主席派和长工同志率约200-300人
先我到达该地，再到侧两翼大山埋伏，约花了一个多小时，彼此才沟通，他们才知道是红五军派来联络的部队，他们的任务也是要北进同五军取得联络的。莲花城有白军一个团驻守，我们于夜间从莲花县城西绕过，直插龙市，即现在宁冈县城。到达该地是在广报纪念前几日，先在龙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慈平会见了毛党代表。他首先就说，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我们五军内有些同志就是把两个革命不加区别的混在一起，把消灭地租剥削和消灭资本剥削当作一回事。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虽感觉不妥，但理解不深，所以没有发言权。过了几天，四五两军开联欢会和广报纪念大会，搭起的台子搭得不稳固，人一上去讲话时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军常讲，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又把台搭起来开会。在会上朱军长、毛党代表讲了话，我也讲了话，内容都记不起了。又过了两三天，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送到了。红四军前委召集了扩大会议，五军军党委常委同志均参加了这次会议。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逐段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决议。我对这次会议印象很深，认识了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而不是什么不断高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等有了比较深刻些的认识。前委对反对盲动主义解释得很详细。平江起义后，我对于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有反感，觉得把房子烧了，人民住到哪里去？红军也没有房子住。反革命是人而不是房子。占领修水时扎金马奥一带群众已有初步发动，我军转移后被平江游击队狗队长、老百姓这样称呼，把那块地方烧光。半个月后红军再去，农民挂白袋子对我们打土炮，封锁消息。当时盲动主义者叫这些群众为反水，对反水群众不是争取，而是镇压，完全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错误当作真理，把执行错误政策的说成是坚决革命，把反对错误政策的同志说成是对革命不坚决，军阀出身靠不住。六大解决了这些问题是使人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讲了烧房子脱离群众，他讲了在遂川、井冈山南的故事，说开始农民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站在旁边看了。你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又跑远一点。他又讲到红四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是采取一系列办法去争取群众回家。我当时听了这些，印象是特别深刻的。这次直接接触了毛泽东同志，使我对他更加敬仰。这次会议正是我三十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这次会议有王佐、袁文才两人参加，他们曾是当地两个陆林部队的首领，已加入了共产党。前委照顾他们的政治情况，把六大决议上关于争取陆林部队的策略，大意是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头子这一段删去未传达。这件事以后被袁文才发现了，出了乱子。在会议期间，湘赣两省反动军队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围剿井冈山。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东服未解决，
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可是伤病残人员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似此势必派队留守。当时四军全部也不过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会更加单薄。为这些问题，四军前委开会讨论了多次，我也参加了这些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留守井冈山，并让我任四军副军长，保护井冈山伤病员及一些家属小孩。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我回去同戴远谈了，他当时是五军党委书记，由他召集了五军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邓平、李灿、贺国忠，可能还有李光。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也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故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意见是我和戴远。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计划转移到敌后，也就是敌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夹击敌军，以打败敌军的围剿。他们从小行舟向遂川及以南前进时，江西敌军之李文斌旅即尾随红四军之后，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歼灭或击溃该敌的。我四军进至大余、南康，遭受李文斌旅袭击，京赣南安远、寻乌向闽西南转进了，这就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五军，五个连分守五条路，成为孤军奋战了。井冈山突围，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围剿井冈山之敌。湘赣两省各为四个旅八个团，进攻时湘敌只发现七个团，赣敌除李文斌旅尾随我四军外，还有三个旅六个团，进攻时只发现五个团。四次进攻井冈山之敌，全部兵力大约是十二至十四个团，每团平均以二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众曾围攻三昼夜，我黄杨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我守黄杨界的李灿大队、连、八面山之鹏、李大队、连均被敌隔断。我和贺国忠在慈平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在敌众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灭。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众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持续，我的干粮带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竟又不知从哪儿来的，在烂草田击破敌军阻击小部队，算是突破了第二层包围。突围的第三天，刚到大坟，又遭敌军三面伏击，
在敌人三面火力交叉射击下，我们有全部背肩危险，只有集中三个大队突击一点。我军奋勇从中突破敌人伏击阵地，继续南进，算是冲出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可是敌方兵力大，我军人数少，突破口被敌封锁，后面伤病残人员又被包围，伤员亦无法救出。我红军被三四十倍优势之敌重层包围攻击，突围后又遇伏击，这样险恶的战斗环境，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外，其他任何军队都会被消灭。敌军攻占井冈山后，一时反动气焰气张，追击、侧击、堵击、伏击，他们满以为捞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什么也没有捞到，被英雄的红军打碎了他们的幻想。可是这件事在1969年国庆节后，我人民日报通讯员说成是彭德怀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位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的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了。从大坟突围出来，这时只有五百余人，越过上游崇义大山，从南康上游渡过漳水。时值腊月三十日过大年时节，离河岸不到三里即一大村庄，有数百户，大地主家大摆筵席庆祝年三十晚。红军一到，他们当然跑了。从井冈山突围以来，已有二十日，在敌不断追击、侧击下，鸡皮交困已达极点。遇此机会，大家是喜笑颜开，饱食饱饮自不待说。在吃饭时，我说要快走，离开这村五里也好。其他同志都不同意立即走，主张明天拂晓走。我说此地离粤赣公路线敌军据点远者四十里，近者才三十里，渡河的某镇有电话，恐已通知敌军，我军渡河近三小时，敌军可能已经出动，晚上十二点敌军可能达到此地，将我们包围住，明早拂晓攻击。过去敌军不敢轻率，现在是打破井冈山的时候，反动派气焰嚣张，敌军劲头很大，他们都说拂晓前出发没有问题。事实是大家都很疲劳，把紧急情况看成了一般情况。平日滕代远同志对军事行动从不干预，这次他也不同意，把我气得难以形容。这天晚上我没有睡，也不能睡，到各连去看，都睡得很死，甚至守卫的也睡着了。我在外面走来走去，大概一点了，爆竹声中飞来子弹声，我急叫号兵吹紧急集合。在村外刚集合，敌军赶到，枪声一响就有些乱，我令向信封方向前进。贺国忠说你带队走前面，我走最后掩护。走了约十里，贺赶来说就是不见李光来，他可能带走了一些部队。天亮了，集合队伍检查，仅剩283人枪，其余半数李光带了，不知走向何方。他们说等一会儿，或者派人去找吧。我说都不是办法，只有走出危险界。走了约十里，有些小部队在前面山上一字排开，望远镜中看到很不整齐，知识民团一冲就逃跑了，敌人也疲劳了未追。我们占领了有利阵地，隐蔽休息，赶快煮饭吃，一个半小时出发，走信封东南之小河镇，信河之渡河点，向东走经众石镇，
向会昌方向走，然后向兴国去找地方党。这是一个大方向，使每个同志都知道。后来知道李光带了与我们相等的人枪，向广东南雄地区去了。群龙无首，不到一个月全部被消灭，李光下落不明。那天如果预先告诉了大方向，可能不至如此，这是领导者不周密所致。二月上中旬之间，我们到了余都，今作余都之桥头。该地有党的秘密支部，有小游击队，对周围情况熟悉，他们替我们侦察敌情，准备向导，以便一旦发现敌情，随时可以行动，并替我们收买了近千发子弹。休息了两三天，敌人又来了，我们转移到兴国县的莲塘和东山，该地也有地下党支部，并与赣南红二、四团、小部队取得联系。在白区有无地下党组织显然是不同的。在这里休息了大约五天，白军刘士义旅来进攻。当地党通知我们，该旅只来五个营，有一个营和民团留守于都城。这时我们还保存300人、283支步枪。我们决定当即出发，绕过刘旅主力，奔袭于都城。18小时走了140里，夜半到达，出敌不易，突然爬城袭击，力于猛攻，消灭该旅一个营。警卫团和县警备队全部一共600-700人，缴获300-400支步枪，还缴了两挺轻机枪。县长逃脱，我被敌数旅之众，穷迫堵击一个月有余，刚一落下脚来，即进行140余里之奔袭，而且是攻城，这是完全出乎敌意料之外的。可见没有准备的优势并不等于真优势，有准备而加勇敢的军队，可以打败无准备的优势之兵。此役之后，余都一带群众对这支红军称为天兵，红军对敌军伤兵给他们上药，每人还发了2元零用钱，发了传单，向他们做了口头宣传，又将死者收集到一处，等刘氏一旅回城处理，俘虏兵300余人，看了无不感动，其中半数以上当了红军。在井冈山突围以后，连遭败仗，力争打了这样一个胜仗，意义很大，但必须谨慎，不轻敌，才能保住这个胜利。估计敌主力一定回城救援，在下午约3:00-5:00之间可到于都城。我军需在午后3:00以前渡过于都河，进到小密宿营。这时已是午后2:00，一切准备就绪，就是找不到党代表滕代远同志。时间紧迫，最后在邮局收发处找到了他，因收集文件报纸时不慎，脖鞘枪走火，从胸前洞穿，负重伤，倒在房内。我渡最后一船，渡河完毕已近3:00。刘旅先头部队40返程，隔河相望，甚有意思。刘旅只射击，未敢渡河追击。我们主力到城南3-40里的小密，已近黄昏，小步流河岸警戒。此地依山傍溪，群众全无惊慌，见到红军不但不跑，反而喜笑颜开。黄昏后，地下党支部书记来接头，他问我们是哪里来的红军，告以实情。他说昨晚听到城内枪声激烈，今早城郊有人过往说昨晚红军打开了城。我不大相信，还以为是白军自己打仗。我说你们能帮忙吗？他说可以，党支部有20余同志，还有农民会组织。我说有20余众伤员，其中有军党代表滕代远。他说有办法安置群众好，我们会用一切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医药也可设法买到。我说还有余枪，昨晚缴获300-400支枪，破旧的烧毁了，完全好的枪还有50-100支，教你们保存。他说我们有党员和可靠群众，每人保存一支。他又说
能不能给几支枪组织秘密游击队？我说可以。他说离这里40里还有地下党区围。我说就是子弹少。他说子弹不给都行。这里有钱可收买零散子弹。他问烧毁了多少枪？我说在鱼都烧掉了约200多支。放走了约500俘虏。如早知道这里有地下党就不会烧掉了。他痛惜极了说我们不知道实在可惜。今早我为什么不派人或自己进城呢？老朋友，我们老想搞几支枪，总是没办法搞到手。如早搞到几十支枪，这里就成为苏区了。这时贺国忠进来了，他说布置了警戒，同俘虏兵讲了话，大概有小半愿当红军。我介绍了上述情况，他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正在想伤员怎么办。戴远同志伤重，但无论如何不肯留下，要随队去。他说现在负责人仅你和贺国忠两个人怎办？我说你的伤太重，在胸部洞穿，还不知伤了肺没有，随军行动好不了，且有危险，伤好后仍回五军，现安心养伤，算是说服了他。邓平有小病，见当地有党又有群众，无论如何要求到地方工作，或留地方医治休息一时期，一直劝说到天明，他还是要留下，只好让他留下了，留了近100支枪给地方，以后发展为赣南独立团，成为黄公略第六军之一部。从井冈山突围后自己的感受，从井冈山突围到鱼兜桥头约30天，没有根据地的依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使红军作战行军都遇到很大困难。撤出平江时第四团失去联络，地方党和群众把他们带来龙门归队。这次李光率领部队失去联络，就没有人去带路把他们找来归队，开始认识到根据地和民众的重要，但在当时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敌攻占井冈山时成了反革命高峰，红军奔袭鱼兜胜利后，即由防御转为进攻，对根据地的重要性在认识上又加深了一层。敌军是拜物交者，你不给他打击，他就不承认你的存在，只有他受到打击之后，他才承认你的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于都城战斗胜利后，为了安全休整，争取俘虏当红军，决定拂晓后离开小密。小密群众虽然好，又有党的地下支部，就是离于都城太近，又是在路口上，故决定移到会昌、信丰、鱼兜三县交界之牛山，离小密东南30里。该地在大山之中，警戒比较容易，同时离开小密可以转移目标，避免白军来小密一带清剿，使隐蔽在该地治疗的伤员也安全些。到牛山时，民众插红旗表示欢迎，称红军为大凶。我们在此一连住了10来日，该地群众生活很苦。牛山普遍有3顶会门组织，在赣南各县这种封建社团也很普遍。他们说500年前都是洪家，以后分为共产党和3顶会，就是由洪字分开的，因此三合共是一家。他们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和反对的，反映了他们内部的阶级矛盾。在牛山的10天左右时间里，做了些宣传工作，贫苦农民参加红军者10余人，俘虏兵当红军者100余人。从戴远在于都收集的报纸信件中得知，会剿井冈山的湘赣白军已回防，湘桂军阀间蒋、粤、桂之间都有矛盾。刘氏一旅一个团驻于都城，吕布和缺一个营的团回驻赣州城，
自此再没有力量来追击我们了。把报纸上收集的材料综合起来讲了一次。军阀战争在酝酿中，新的形势要到来。这时我们人数虽然很少，倒很团结。讨论了于都战斗经验，批评彭代远同志不该一个人去邮局检查，几乎丢了性命。也批评了我不该首先上城，这是拼命主义。讨论了李光失去联络的原因，当晚是年三十，伸手不见五指。李光那连走在中间，他走在先头，在去广东和信丰路口，他一定往南走了，看不见队伍，他已为自己掉了队，就使劲赶，结果越赶越远了，主要是看不见。以后这样黑夜行军，每人背上要有一块白布，走先头的部队要带石灰，用石灰把分路口横断，最后的同志带扫帚把石灰扫了。可见这时大家还在想李光这个问题，讨论说时局好坏，每人经常准备两双草鞋，只要不出李光这样的事，不掉队，有草鞋又有炒米干粮，什么坏时局也不怕。又说注意打土豪时替军长搞匹马，我说明天去袭占安远城解决下一问题，大家就说准备石灰桶写标语，这些意见都是战士自动提的，这里表现了团结一致，人人对革命负责，那时还没有干部的字眼的精神。赣南气候在二月下旬就织着单衣，我军又奔袭了安远县城，消灭警卫团、警察等反动武装，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放出了在狱犯人，缝制了下衣，收集各种报纸，分析蒋桂矛盾日益严重，江西省军阀内部亦有矛盾，我们准备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某日在县署反动文件中发现有红四军在汀州消灭郭凤鸣旅，郭本人被击毙的消息，在我军进占安远城后头两三天并不顺利，反动警卫团抢破城万农民围着城日夜打土炮，我们站在城墙上对他们喊话也是无效。贺国忠率领两个大队突出城外，打死反动团队数十人，捉了几百农民进城，给他们宣传解释，将没收反动商店和地主的财物分给他们。这样做了两三次宣传解释之后，围城的人就自动瓦解了。农民很勇敢，也很贫苦，在他们略有觉悟之后，自动来参加红军的有二三百人。安远城和北乡原有少数党的组织被敌破坏，党员被杀害者不少，县委还留有三个同志逃在南乡寻乌边界，又发展了十余人。在打散反动派围城之后，县委杜同志来城汇报情况，谈到他们县委靠砍柴和烧木炭卖维持生活，很艰苦，我们给了二三十两鸦片烟，从反动县政府没收来的，和二百元作为党开展工作的经费，他退还二百元，只拿去那点鸦片烟。杜同志说砍柴烧炭卖可以勉强维持生活，县粮留着给你们做军费，鸦片烟卖掉之后买个油印机和救济几个死难同志的家属，他们的艰苦卓绝真是令人感动。后来我在湘赣边和湘鄂赣边苏区介绍过这个县委的艰苦工作的作风。在1931年粉碎三次围剿后，红三军团又到会昌、安远、寻乌等地开辟新苏区，这位杜同志还在领导安远县的工作，这里很快成了苏区。在王明禄县统治时期，他被诬陷为 AB 团被杀掉，这样惨痛的事在王明禄县时期不知有多少。1942年整风审干运动，毛主席的方针是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还向被整错了的同志道歉，
使这些被整错的同志甚为感动。两者对比，毛主席的路线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伟大。红四五军第二次会合于瑞金城，我们得到红四军的确实情况后，即改变了打回井冈山的原定计划，经会昌进占瑞金县城与古田、汀州靠近。数日后，红四军从长汀经古田来瑞金第二次会合，此时红五军由300人又发展到700-800人。毛泽东同志将中央二月来信给我看，来信对当时时局估计有些过于顾虑，为了减少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大意是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当年北方有一个白狼，到处流窜，以他为比说，他尚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信是由四军前委转来的，原稿留毛主席处。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写信给中央，我向四军前委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在瑞金我们住了约一星期，四军到后住了两天即开渔兜，在途中某地没收中姓地主谷物分给当地贫民，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还是受蒙蔽的群众阻拦分谷，在分谷时就发生了械斗，赣南地主操纵的姓氏斗争很严重。四军司令部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即令将拦阻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红军不在当地停留，只是路过该地，此事很易被反动地主利用，造成械斗，模糊阶级斗争。午饭时，我和朱军长、毛党代表一起吃午饭。那时的午饭，各自用席连手巾包一碗饭，到时休息就地吃，也没有什么来吃冷饭、喝冷水。在午饭时，毛主席得知此事，当时给乱杀人这件事以严肃的批评，没有任何情面。对人民群众如此认真，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这是一种好作风，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这次是直接给我的第二次印象，在井冈山是第一次。到达渔兜县城附近时，我提出绿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当即得到红四军前委同意，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从渔兜过河，又经小密，该地群众已经公开组织政权和游击队，群众对红军十分热烈，既在该地的伤病员也好了，特别是戴远同志笑容满面回到部队。这时部队约近千人，穿着崭新的灰色军服，戴着荷叶帽，有些学生模样，别具风采。我们告别了小密群众，感谢他们对伤病员的照顾。他们也说，红军帮助组织了游击队对付靖卫狗子，现在我们公开了，秋后不再送租了，以后还要分田。军民间谈得热火朝天，恋恋不舍，有些青年送了上十里路还不愿意回去。这当然是滕代元等同志在医伤期间做了不少工作，在这里看出农民是多么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又多么迫切需要武装。有了这两条，他们由秘密而争取了公开，建立了政权。在小密，邓平同志要求回队，我们开了欢迎会。我讲话大意是困难到极端的时候，就是转变的开始，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胜利了。井冈山被敌攻破时，是我们极困难的时候，只有3个多月变了。当时我们退却，敌人追击，我们对于都城来了一个奔袭，取得了胜利后，敌人即由追击进攻转变为退却，我们由退却转为进攻。经验教训就是要团结，要坚持，要坚决，不要动摇，
不要松懈，不要涣散。这次绝大多数同志是坚决的，也有个别人不坚决。这次又经过牛山，群众高兴，拉着红军衣服说：“你们不要走了。”经信丰县城以北，不易遭遇禁卫队三四十人，把他们全部消灭了，竟是一些酒响枪交给信丰党了。他们有游击队六七十人，有梭镖和土枪。队长郭义清同志是信丰的群众领袖，戴远同志同县委接头时，决定郭随五军行动一个时期再回信丰。郭以后在红五军当团政委，第一次占领长沙后在撤出时阵亡了，甚为痛惜。这次回井冈山和上次退出井冈山的形势完全不同，除在信丰消灭禁卫队数十人外，沿途再未遇见敌军，像屡次行军一样，大概未出十日即到达井冈山，在慈平住了一晚，会见了王佐。他的特务营没有什么损失，井冈山区群众被敌摧残得很厉害。湘赣两省白军在占领时，特别撤退时，进行了彻底破坏，烧光、抢光、屠杀也很惨，疟疾普遍流行，无药医治，无盐、无布等生活必需品。那时的井冈山人口还不到两千，拨了两千银元救济老百姓。翌日到龙市会见边区各方面的一些干部，对情况了解比较全面了一些。永新地方工作是边区比较先进一些的县，还保存一个区比较完好，其他区有的搞垮了，有的转入地下。莲花、宁冈大体都差不多，有坚持零碎公开活动的，也有转入地下活动的。总之，敌人并没有把边区完全打瘫，被敌捉去的一些革命群众和基层干部，关在临县和汝城。县级和区级除少数叛变者外，大多数还保存。最大困难是日用品奇缺，特别缺盐、药、布等，迫切需要解决。红五军守皇杨介之二大队李灿、张纯卿部还存在，伤亡二十余人，无其他损失。守八面山之棚，李大队在敌攻破八面山时，从险坡绝壁转入敌后，因队长、党代表是祁阳、宝庆一带人，想回本乡去打游击。这是地方观念和对湘赣边继续坚持斗争缺乏信心的表现。他们冒险脱离边区，进至衡阳以东（现在的衡东县），被敌包围消灭了。此事于1955年4-5月间，我发现守八面山大队的政治委员李克玉在海军航空兵中工作，这说明该大队不是全部被消灭，而是被打散了，或者大部或一部被打散了。永新、莲花、遂川地方武装各损失一部分，主要部分还保存了。我和滕代远带领突围之三个大队，除李光因失联络带走一部分受到损失外，其他主要部分不仅保存了，而且扩大了一倍以上，把五军改为四、五两个纵队，贺国忠为四纵队长，李灿任五纵队长，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共约1200-1300人。当时蒋、桂矛盾尖锐，蒋以鲁敌平率第二军离乡主干，何建一蒋得主乡，蒋利用和协攻广西，蒋桂矛盾扩大为湘桂矛盾。这无疑对湘赣和湘鄂赣两个苏维埃边区的发展都有利，不应放过机会。湘赣边区当时的具体困难，也只有从发展中才能减少。军队与地方需要开一次联席会议来统一认识和行动。我和滕商德一致，以红五军党代表和军委名义提出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恢复边区工作。会议决定，五军和王佐特务营200余人共同行动，先攻占临县、桂东，消灭民团，救出在豫革命群众和干部，
筹款和征集必需物资。攻克两城除救出在豫同志外，缴获物资不多，故又决定袭占广东境内之城口。城口是广东省向湘东南出口之小商埠，有三四百户，在城口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三万余发，筹款约三万元。打听到南雄无正规守军，又决定夺取南雄，占领五天，在城口与南雄买了大批药品及盐布，特别是奎宁、止疟疾特效和阿德林。在南雄筹款及收集物资与城口大致相等，缴获的枪支子弹少于城口，所得的物资枪弹是五军与王左两部平均分的，给王左部以优厚分配，王左对此很满意。其余按边区统一计划分配的，也是和王左共同商决的，他也是满意的。这次行动五军对王左部的政治影响是好的。当时恢复边区的工作方针是向外扩大苏区，从发展中来达到恢复和巩固老区。上述行动花了一个半月时间。回到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交界处，时值七月初旬，其热如焚。拟短期休整，编为两个纵队、九个大队，每纵队辖四个大队。纵队长是李灿和贺国忠，党代表刘宗义和彭敖，军直辖一特务大队，攻打安福。编就几天，特委召集联席会议。此次会议有特威、永新县委和五军军委，我和滕代远参加。特委书记是邓前元，五军军委是滕代远。邓提出五军应根据向外发展的方针夺取安福，说该城只有一个营，兵力薄弱，我反对进攻安福，理由是吉安有敌一个师部和一个旅，永新、莲花县城各一旅两个团，安福城虽小，城墙高且坚固，不易攻克，守兵一个营不一定确实，且有民团，我攻城时敌必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我力量小，攻城即无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动，对现在有利局势不利。城北侧西河水深流急，下雨即不能徒涉，即使攻克了安福城也不能巩固。他们的理由是打安福城时敌必放弃永新、莲花向吉安撤退，我说敌援安福三面夹攻我军是肯定的，没有消灭敌人相当的兵力，敌不会放弃连永两城。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此事滕代远还在，可以进行调查。那次行动本来应向遂川、太和方向发展，或者向陵县、茶陵方面发展，这两方面都没有敌军主力。赣州只有刘氏一旅五个营，另一个营在于都被消灭。蒋桂矛盾很大，何建雍蒋牵动了湘军援蒋打桂，而茶陵、陵县固无守军，安仁、攸县、李陵守敌亦不多，他们硬是不同意向敌薄弱方向发展。约在七月中旬进攻安福，敌派一个营离城30里迎击我军，先我占领了一小高地，一接触即向安福逃窜。我军追至安福城边，发现守城敌军有一个团还多，而且是严阵以待，之中敌阴谋，诱我攻坚，调连勇敌攻我背，我们当即决定立即撤退，当日黄昏向来路撤退30里，在盐田和安福间立即造饭，时已夜半，拟拂晓前向来路撤回苏区，避免莲花、永新敌军夹击。拂晓前出发，我随黄云桥大队长走在前面，行不到一里，敌已预先埋伏，枪声一响，永新、莲花、安福三路敌军同时猛烈射击，幸黄云桥绿大队异常勇猛，冲入敌阵，我后续部队一起猛攻，
将敌阵打开了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退回永新根据地，突出了敌三面包围。北面侧西河涨水不能徒涉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此役伤亡300余人，纵队长贺国忠阵亡，李灿负伤，参谋长刘之志阵亡，11个大队长，9个负伤。敌军行动如此迅速，部署如此周密，出人意外，如果不是预先知道我军的行动，是难以设想的。我怀疑是否有内奸。打安福后，部队集结永新城西，纪念7月22日的平江起义。这一年，1928年至1929年中的经验教训是不少的。这一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